风和一条鸭丝的糖，风和一心高额的词句，风和一位的风子的词也会，这两句歌也叫做风，风和一人看几个人一般，风和一多看几个人一般，那风和一手气多给一点气，风和一嘴里你的不会。三十六年前这个地方就开始养鳄鱼，早期养的都是比较小型的眼镜的，因为最大的话不会超过100公斤的重，这是河口鳄，河口鳄就是最大型的鳄鱼，那个又叫食人鳄，上次寿山动物园咬人的鳄鱼就是这种品种。他走，我们怎么走？应该原地踏步，因为地上会滑。哦。你走不动，不用再走。因为他走不动，所以这个脚在前面啊，不用怕，没事。鼻孔在嘴巴上面啊。这边稍远是这一边稍远啊，这边稍远，这边稍远是这边远，前面也会远。左边两个鸟好屌，那个脚又好宽。四只脚要站起来，这个尾巴才会动。哦。好的，今天又来一只。哈哈哈哈哇，还有来僵尸啊！你们不要进来！阿妈进去了，你不进去啊？怕怕，谢谢了。怕怕啊！哇，那是更小。哎，今天今天吃饭要不要？我吃了。啊，你们干了哟？饿啊，盖饼啊，盖饼啊，盖饼啊，饿啊，你妈的！小命了嘛，好紧嘞，小命了。你讲你阿是阿公。你辛苦有啥物事？你辛苦有啥物事值钱的？先看我吃。我还给他摸，你不敢给他摸。我这个啊，这个嘛。你头坑在嘴内底啦，我帮你一张。哎，金牌杀手呢？这个脸，这脸太贼了啦！盖饼啊，我哩呀！我去掉啊！我第一第二滴诶！没去无啊？留念呐、啊，留念呐、啊。啊！请问你不敢进的。